陈之宇妹妹，嘉天阿公，张香菊，邱子谦，林思玲。请来富乐兄弟姐妹，大家好，我是罗斯峰。大家好，我是客家甜心朱海军。好，今半夜安尼 PK 赛天意阶段啦，哈，天意礼拜哈，上礼拜当然。好残忍！厮杀以后哈，有一般的朋友只是不愿投胎，但是下礼拜还能看见的败不复活，所以这相信今明年的参赛者阿林马青胎啦哈，今年参赛者全部是党厉害、党无常。出枪献出两位参赛者来 PK， 分数较高就赢，黑较低就强势投胎，黑公强分就有凭真心上投决定卖人的。好啦，我比赛之前要来介绍下你评审先生。罗格力先生，徐思碧先生，钟碧先生，邵雨欣先生，徐思碧先生。先有请到罗格力先生来跟我们讲一下今比赛的规则。欢迎六位参赛者，国术对国术哈，延续上个礼拜做的抗疡，一个礼拜还能安尼 PK 赛哈。本台个建议组员除了基本功、音准、咬丝、老节拍，一天的对以外呢，然后上礼拜抗疡建议本各位参赛者出来讲，有咧重点，大家一定要唱准自家个特色，然后自家特色表现出来，才用去拿高分。也平时爱看人个表现哈，加油！我现在出枪嘛哈，你先出一米了，哎呀。他先出到满意，惊喜恐怖箱啊！完蛋了，这么的困难呢？完蛋了，什么完蛋？啊，没事。TV 陈之宇，哦，千王之宇，欢迎来到舞台当中。我们那个主持人好，十八班武艺耶，马某铁匠哎，哎呀，未来的三亿之光哈，对，那课程表哇，哦对，厉害，女人何苦为难女人？你请讲出道吗你？婷婷姐姐。啊，这好像每一个人都怕她哦。好了，抽了。好了，看你是不是抽到婷婷姐姐哈。啊哒哒哒哒啊！哎呀。好。哎呀！哎呀！哎，这个也是也不弱哦。他也是抢手哎。但是跟你比起来，两个有拼哦，有拼哦。来，抽到的是林思玲。欢迎来到舞台中，好。思雨抽到我们的，什么意思？我不想对跟他一起比啊。对，你是怕赢他呀？输了也没面子。胜之不武，然后输了也没面子。不，这比赛就是这样啊，也没有什么胜负。通过防疫做的，哎呀，本来就防疫做的，对，没关系啦哈。所以给你带的马狗。客家掌声妹，客家掌声妹，哎，司令姐姐，我做给海。好的，唐雅的。今天是 PK 赛，我带来客家掌声妹这首歌。虽然我才小小年纪，可是我是季冠军，亲们注意了。Thank you.
今天 PK 赛其实真的是非常的紧张，因为这次就是年度总冠军赛哦，那我们这前三季就这四季的前三名，让对手都非常的强劲。今天 PK 能不能顺利成功？我想我就全力以赴吧。哎呀，我们先请如果老师。至于你今天的表现整体来讲很棒，能歌能舞，非常棒，也非常赏心悦目，很适合你那种年纪的小朋友做个表演。但是有一个小小的建议，老师说不能，主公，你今天的表现呢，国外是有40分。啊，舞呢有60分，所以都一段你的整体表现是100分，但是你的歌的部分弱了一点。你唱歌音准没有问题，节拍也没有问题，好，唯一要加强的就是对歌的，像这种快歌要有力度，你就要把力度唱出来，这是要唱快歌的一个基本条件。你回去去练这个事情，你的分数会更好哦。好，加油。再来，思琳。是。两个参赛者完全不一样的路线，诗琳是选择慢的抒情歌曲。我觉得诗琳从一开始歌第一句欧洲进来到后面整首歌结束，味道也对，情绪也放得 很恰当，很刚好。可是每次讲到可是，我觉得你自己知道了，中间有一个字声音破掉了，三国五冲那个五字的声音破掉了。因为在这么重要的核心赛里面，这种小失误是不容许发生的，所以在这里我给你扣了一点小分数，你以后要尽量避免这些小失误哦。好，两位都很棒，加油，加油。好，感谢。另外请来齐思斌先生哈，来。至于今天真的表现得很好。来，干不干？今天我就是整个看舞台表现。不过那组老师跟我讲，因为既然是动感，你唱歌就要有力道。因为你刚刚拿着麦克风，我也觉得你有点手足无措。
鼓手呢可能专业要可能要再加强一下、嗯。那再来就是诗琳姐姐，其实诗琳姐姐，我觉得你已经开始在拿捏好你歌唱的情绪了。是。嗯、就说你的声音的线条也好，还有你的 range 也好，是你比较需要在努力的地方。其实大音的地方哈，你在音高的时间。我做的爱情由梦影做来，可是你一进歌的时候它没有进好，我觉得你进歌没有进到一个应该要有的点的位置。按国语没发的就跟国语老师点出来的这样，嗯啊，冲给他的地方没冲到，还有一个地方你的唱歌的声部方式来感觉多了一点悲情。嗯、我反而觉得会有悲情。好，比如说哈，亚基，山那个那冲啊，山那开咧，我会希望用感激的心情，而不是要用悲情的心情来唱这首诠释，来感觉会比较有那个宽度，嘿。感觉是这样的，好，谢谢老师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好，啊，粉丝出来嘛？出来。出来呀！我先来看粉丝好吗？看粉丝一下哈，看两位模特要表现粉丝的样板哈，来。来，大家看一下陈子怡的粉丝。牺牲一份，勇气理想的果盘。哎，来看林思玲的粉丝。哇！哦，哇！不要难过了，不要不要不要。哎，下个礼拜还要比呀、啊。对 对, 對。哦，下礼拜好不好？好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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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。哦哦。嗯。啊啊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等你哭哈。好。开始哭。没事的，之前也是这样。好不好？没事没事没事，很棒很棒。拜不复活了，还有下礼拜你不要哭。对呀、啊，你紧张什么？还有一次表现的机会。这一次先让阿姨不要难过，好，下礼拜再认真一点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 ，OK， 谢谢两位，谢谢，谢谢，多休息。跟声音那个得瑟型哦，真的闭眼他已看较重。我小时候也是这样，小时候也是，嗯，输了就哭啊，我输了就打对方。没有啦，我输了就像这样哭的一个不行，然后就坐车赶夜车回高雄，就哭到高雄。对啊，就会因为没关系，有哭才有成长嘛，对对嘛哈。嗯，等我一下哈，我去拿那个恐怖箱。好的，嘿，有多恐怖呢？来，抽到这一位很满意哦。哦。怎样？陈婷婷，陈婷婷，这个赶快把它抽掉！不赶快把它抽掉，真是。是啊，这真的很恐怖，哎呀！哎，这里面最恐怖的就是你。对、啊。来，好喽。嘿。谁？是女生。女生。啊。张修云啊。哎。啊，修云姐，欢迎来到舞台当中，来。你好，大家好。想冲马哥的干掉，这是无可能的事情。哦，想讲冲马哥，哎，爱唱故乡，故乡，故乡，听听，没台语哦。我要带来这首好朋友的创作《最讲给 Apple》，最讲给 Apple， 最讲给 Apple。好，再讲个一遍，最讲给 Apple， 最讲，最讲给 Apple， 最讲最。最讲给阿婆，最讲给阿婆。哦，水，水啦。讲好来，看看啦。他说罗大哥很帅，那个我们朱姐姐很漂亮，她想来看。谢谢。有啊，今天看到有没有让你失望？有啊。你给你编嘛，干嘛？唢呐，哎，你变唢呐，你自己要吹唢呐？怎么可能？了了公路穷，两界人最先把天输。
的一对一 PK， 有三哥的加持，我可以过关，拜托拜托。这个流行族比赛啊，年龄轻重哦，老个就新人跟我比赛，阿比伊猜，唔过爱轻量啦。
哎，嗯，伊咧是用比较传统的个方式来演唱歌曲，对，哎，伊咧是较清新个，比较现代啊，嗯，对，这唱都懂好了，嘿，共有共有那个特色，对，木工样，哦，天天计咪几家个特色啦，系啦，啊，金碧琪一听到唱都较好滴喂，系啦，因为咸妈妈来，哦，嗯，咸妈妈伫马来西亚来了，哦，妈妈今天有来对不对？对，妈妈今天有来，哦，哎呀。陈妈妈，陈妈妈你好，大家好。她多久没有回去了？几个月，还好，哦，三个月而已啦，三个月。哦，那这三个月你妈妈就那么想你啊？嘿呀，啊，就是妈妈，就是因为她本来对于客家歌不太认识，嗯，以前一开始我唱的时候，她听了，她说你在唱什么东西？你不要乱唱，等一下客家人笑你。然后他现在就是在马来西亚，就网上看到就是网路版的，就是节目。他说罗大哥很帅，那个我们朱姐姐很漂亮，他想来看。谢谢。有啊，今天看到有没有让你失望？有啊，有啊。他应该是听成有没有看得很开心啊？因为他说他很失望，他的逻辑啊，不是他问你看到他有没有失望？你有很失望没？没有啦，啊，没有啊，听错了，他的逻辑是以为你会问他说你看到我有没有开心？所以那我再问你一次，你觉得我帅吗？帅了，跟王力宏哪一个比较帅？谁是王力宏？应该是王力宏。妈妈，台湾好不好玩？好玩，那你多留几天嘛，不要那么快回去啦。台湾独工，独工，台湾嘿厉害嘿。罢了罢了。独工是什么意思？独工是独工是很厉害的意思。很厉害嘛哈，哎呀哎，你真的会耶，你真的很厉害耶，独工呢？独工啊，就是很棒的意思。对啊，那你今天唱的有没有独工？我不知道，我们请教一下总编辑先生。总编辑先生，哎呦，听你唱歌都非常享受。那其实这首歌我在前面听的时候，我还真的觉得，哎。真的是唱得很好，很舒服，让我觉得整个感觉非常的舒服，也没有什么缺点让我可以听到。那真的的话，真的要说，只是说你中间有些高音的地方略略差了一点点，后面才上来，真的要严格说了。那但是大致上，我觉得你的表现都非常的好，很平稳。但是，你这个拍子还是要注意哈。那个一进来的那个地方也会有一点点抢，好，严格说的话，对你的话可能是要抓比较严格来告诉你这个部分，然后再来就是最后一个地方那个，咋吵爱咋伤心有你来，你那个东西没有做好。对，哇，你知不知道这样子每天早上不起床也难。再高一点，对不对？你要把那个声音集中在前面，你在那个地方如果太共鸣，声音不好听，而且会很紧。你一定要把它像京剧这样的东西，要往它把整个把共鸣集中到前面，然后鼻腔再达到这一段。这个部分你不小心被我扣了分数，但是我还是给你很好的分数。那我觉得秀英姐啊。Kimi 我觉得你唱得很好耶，对呀，非常的稳定耶。因为还是按强的对数，还是耐音模，还是平常心。平常心，真的。青菜匆匆。我觉得这个很重要，大家只要平常心，我觉得表现的会更好。我觉得今天你真的，而且比以前更进步了。你的一些尾音的那个呜呜呜抖的地方，你都会。虽然还是有，但是减少很多。我真的觉得今天你很棒。好，那唯一可以做的就是，因为这个副歌比较不容易表现，是因为它都一样，唱不出腔调啊。哦，你要唱出特别的感情的话，你要特别去琢磨哪一个轻哪个重。只有这个部分硬要说的话，可以再琢磨。但是我真的觉得很完整。啊，你本级的分数也比较高吗？
琼瑶哦，琼瑶哦，妮妮真的唱得很好，加油加油！哦，有啊，你可能要去检查某一朵。我好想赶快看分数哦。哎呦，来来来，先看分数，看分数，来看一下陈婷婷的分数。七十七分。你去徐哲伟老师本都十分，等一下哈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先看一下。啊！你修言自尊拿到一道分，来。谢谢你。哎，徐哲伟老师本九分，没动过分。对。本是十分，含下过分。我知道年初总冠军，当好看的地方做第二位，因为看到当到线数吼，这一年来，他的努力。我先讲修言这号的吼，我上排堂都很创过两百，初枪飞翼老师讲的。今天是非常稳定的，这是董浩的比赛的态度。鼓手讲你莫讲，自家唱唔好，一定要输莫，你今日真嘅莫输哦。我知道感情嘅内敛的部分，你做落比婷婷还好。嗯，好、哦，嘅感情吃到淡淡的唱，却很浓。董鸟，唐旭来是董感通人。唯一吼，我知道董大松的出讲已经过诶啦，不管系主歌也副歌，嘅部分体质师嘅音都跌脱咧，解唔下去也过唔上来时间吼。我知道系因为抖音太多诶，转来唱副唔差，你方式要改变一下。我知道你唱歌有自家面试。啊，陈婷婷的话，我觉得。自己我们你们两个人都有自己的高度哈、嗯。那我觉得我为什么要给你十分？因为我非常肯定你在这个比赛中的努力。从一开始我们看到你大炮型的唱歌，到现在你把这个很细腻的东西唱得非常非常有你自己的风格之外，特别你的尾音，还有你自己对于这首歌的想法，我给你的是这个鼓励。当然，像慧茹老师，我觉得技巧的部分，我觉得慧茹老师。我觉得他让你的功力大增，因为我也觉得你后面怎么会这样子？好，但是我要肯定的就是你对这个比赛的用心，还有你对亚速国 Q 花的苦心。嗯，那我相信慧茹老师教你之后，我希望在后面的比赛可以看到你更好的演出，这是一个鼓励。但是如果你没有那个的话，还是可能会把分数拉回来啊！加油，期待哦，谢谢老师，加油。他礼拜我投胎两位朋友。哎、欸，那两位很可怕、欸。这没有办法，比赛就是要一直一直慢慢到进入六强嘛。对呀、啊，大家加油了大家加油，大家加油！谢谢两位哈，安子姐。嗯，哦，全都两 V 喽。还有，哦、来两位男士。安呢就直接欢迎两位哈，陈建奇、林冠群来到安富台当中。来。哎，建居大哥，哎，冠群。是你好，两位感觉上哈，感觉上两位实力相当，嗯、互相会强嘛，敢不会强？会啊，会强啊，会强起啊。嗯，会吗？会强起编码个东西，编码东西。你怕你编输他是不是？编输伊没？后生可畏，后生可畏。你今天有编码个吗？有编，有啊，有啊。你编码？哎呦，唢呐。哎，你编唢呐？你自己要吹唢呐？怎么可能？吹一吹。来唱一下，吹，来唱一下。哎，来来来来，这个大家非常期待，很快呀。还是要大哥抽好了，快慢饮，大哥抽来，哎，来。你全唱，唱哪个？摇滚麦酒，摇滚麦酒，哎呦，哦，哎，挑战呢？对呀，哎呀，嗯，你。买酒摇滚，九号公路，九号公路哦，哦，哦，哎，来弹歌啦，弹歌啦。朋友发给发布，风扬松在跳舞，爱用动摇的风停来相处。三位都表现的真的很棒，我觉得你在摇的时候可以加一点力道。这他唯一会的舞步啊。十九冲三公诶。
经过这一段几个月时间的练习，我已经有十足的信心，我一定会打败你，你注意喽。又到了一对一的 PK 赛，每一次 PK 赛我都是赢，所以这一次我理所当然会赢啦。
来，哇，两位真的是刮目相看，表现的真的太好了，哎呀，这可圈可点啊，这两个都很好，很棒，对啊，哎呀，尤其这个摇滚麦酒，最后有没有？嗯，真的，哎呀，我不会摇他那种，那个怎么摇啊？陈雷哦，这没两样哦，真的就陈雷的样子，哎，刚刚才跳大概跳舞应该就像你这样哦，冠军，对。你先介绍你旁边这位老师，是从哪里找来的？请来的以前好朋友这样，也好朋友，对，好朋友。你是一个团体吗？没有，我就是专职的唢呐乐手这样子。你为什么有这个兴趣想要学这个唢呐？就是因为小时候比赛学校需要这样子，然后就找我们去这样，对，嘿，因为我原本是先学那个中国笛这样子，然后有点像，所以就。就去学唢呐这样子，所以刚刚那一首歌《九号本身它原声编曲就是有这个唢呐，原本那是个歌曲里面就有编曲里面就有唢呐，对对对，所以刚刚这样现场好好听哦。对啊，牛哥冠军好有用心，超用心的，真的。先谢谢一下我们这个对老师哈，唢呐老师，谢谢，谢谢，辛苦了，谢谢，哇，又帅又会吹啊，对，哎。麻烦向一心老师来我们讲评这一段精彩的表演。没有，三位都表现的真的很棒，尤其是刚刚那个唢呐老师，一开始听到他吹唢呐，就让我想到我爸爸。我爸以前在庙口都在吹，所以我爸3年前走了，他吹的真的跟我爸爸一样棒。哦。听到那声音真的很熟悉啊，而且他真的吹得太棒了，今天这两位也是，今天真的很棒这一集哈，好像在看表演一样，尤其是我们 DTV 哈，这位 Ganky 建居哥哥哈，你今天豁出去了呢，真的放开，整个都放开，对他摇得很卖力，对，摇得很卖力是没有错，但是我觉得你在摇的时候可以加一点力道。不是一直这样，一直切，不爱干不够，好像有点，比较没有太专注的感觉，太放松了一点。这没有，这他唯一会的舞步啊。哦，是。错。你给我给你自己表演清后，然后整个都放开了。哎，如果要讲缺点的话，我觉得老师的提防啊，就是要再完全一点。声音出来厚度会靠后膛，因为你的嗓音压比较扁一点，或者说膛都比较没有那个厚度，就差这一点点哈。啊，我们的那个小鲜肉哈，以往我们糖豆你从国那个唱歌可能比那个才艺可能会弱一点点，啊 ，Gimme 呢可能中间有一点啊呢就是那个拍子的问题，会有一点点。因为要是国曲，真的懂难唱。我有听过我们的哲伟老师唱过一次，唱得很棒。啊，你呢略逊一筹，好，就是略逊一筹。对，就是万一低音会比较来不及，但是你这一集真的也是豁出去了。好，加油加油。其实两位都感受到他们很用心、诚意、很用心的在表现呐。哎呀，都带两米耶。按有诚意的表现，都在卖无较好吼。哎呀，先来看一下分数啊。先来看陈建基的分数。44分呢，很高分呢。按的迄阵甜甜一样嘞。哇！你有 believable？ 哎，那你们现在可以 PK。你曾经有这么高分过吗？不曾。40分都很难。44分，再看一下冠军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，看一下他。看一下下礼拜再来，还是下礼拜休息一个礼拜？好。好吧。来看一下冠军，坐在哪里的分来。谢老弟承担，不会，早点回去啊，加油！对呀，不还是你没事带唢呐来干什么？对不起，哎，他就是有带唢呐才会43分，要不然34分，我跟你讲。对呀，那冠军下个礼拜再来比一下，好，没问题，败不复活，好吧？下礼拜看有没有什么更精彩的表现。当然有，有啊。
好，谢谢两位，谢谢谢谢。今日的参赛朋友已经毙脱了哈，哎呀，安尼无通过的朋友，下礼拜继续拜不复活，好嘛？爱加油啊，嘿！好了，嘿嘿嘿，多谢安尼所有观众朋友收看啦哈，也刘航哥叔叔毙脱，多谢五米的新贵评审席上，哎，谢谢评审啊，安尼刘航哥叔叔毙脱，啊，看嘛，传统组要比赛咯，莫转台了来。三号的乐团的传统组的比赛，上礼拜已经三 V 朋友留下了，三 V 要拜不复活，是下礼拜有六 V 都带那三 V 要留下了，那三 V 要拜不复活，好来，来，好，来请阿咧朱彩君来介绍下咧哈，今本伊个比赛的方法哈，熊总，一对一 PK， 听你礼拜的 PK 赛，好，PK 就会哈，阿咧老师讲一翻两瞪眼啦，冇错，系啊，输给你。别人走，看慢一样，慢一输，好，所以看是亲家变冤家，还是冤家变亲家？见面就顶，变仇家哈。来，介绍完的评审先生。姜明勇先生，林三一先生，曾明珠先生，李金明先生，罗碧云先生，有请到姜明勇先生来讲一下比赛规则。麻烦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啊，又到到来到那青金奖嘅 PK 大赛咯。俺在每季嘅选出嘅优秀歌者呢，在底下两只阶段，而杨百英呢，长做得来超前，也系大家人等啊，非常而努力嘞。啊，当然呢，他呢在表在现场嘅时间而注意所有嘅规则，所有嘅重点，比如讲你嘅声音、你嘅韵味、你嘅情感、你嘅表情。各方面的表态通通变都非常的重要，大家是哎努力的哦。嗯，录音处处替你们选择啊，来麻烦注意哈哦。来呢，恐怖箱呢？哦，处处替你嘿，王彦勇。哇，好欢迎啊！来来来到舞台当中。哎呦哇！您好，贵妇有多么高贵啊！哎呦，这个美呀！哎呀，服装，然后一个披肩上去，作为某重要的某一样啊。你踢足球的蛮厉害。踢足球的呀，球都是目前总雄球小姐。怎啊会踢足球见啊？哦，因为哈，他给他赏人嘛哈，像黄莺出谷一样。对对对对，他是住在美浓，是啊，黄蝶翠谷那边出生。对啊，美浓好山好水，好无聊的一个地方，对吧？啊，好好好。好风景的一个地方哈，可是我新竹人哈，姜林雄出来的美女美声也不赖哦，真的啊，是啊是啊，姜林哎呀，姜林出动都伟人呐，伟人哎呀，有邓宇贤就是姜林人啊，哦对嘛，来，欢迎我们出道姜林小姐来出一下，看出道吗你？张姜曲。壮雄，你尽管放马过来。哎呀，哎，不是放马，是放整匹的。哦，整匹。开阳光，牡丹。所以很怕了，春要啥咩？哦，你要磨姜，现在出一点来。有自信呐。壮雄曲，壮雄曲，壮雄曲。啊，这个也不错。锄头嘿，雕琼玉，哎呦哇，我的小苹果。哦，你的苹果来了。嗯，好来。欢迎呢，小苹果来到舞台当中哈。苹果您好。哈哈。太搞好了。哇，这非常有分量的苹果。哈哈。进口的。哈哈。我讲你嘛。啊？
要讲嘅。唔讲。哎呦，唔讲啊！去呛一下。你尽管放马过来。哎呀，哎，好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就放马。我不是放马，放小苹果。我是放整批的。哦，整批。我不是放马，我整个压上去。我也不输他哦。压到你没有气啊！哎呀，你们好可怕哦！哦，来来来来来，来，袁蓉姐姐今天带来什么歌？修熊宝。修熊宝。歌曲，你呢？苹果，平板。平板。好，安尼来弹一下两位的哦精彩的歌曲来。送带来两位比赛哈，你今年年啊哈。尽管有点么紧张，很个不安呐，啊，不过呢，今物日呢，来当有痴心哦，来因为即个要做当好的准备，给天威比赛过关成功，谢谢。老爷大擂台的年度总冠军 PK 赛，我提拔参加那种的 PK 赛。不过我有实力，我绝对会赢得胜利的，加油！你为什么要离我那么远？讨厌，
为什么会讨厌周马哥？你不是很喜欢他吗？一个礼拜才看到一次啊。哦。那你希望每天都看到他是不是？那你带回家好了。又要养他。养我。好难养。好啦，没事没事。袁蓉姐姐觉得琼琼姐姐给明年冲了有没？唱得很好，唱得很好，真的是对手，唱得很好，对手哎。你觉得他嘞？袁蓉姐唱得最好了，对呀，唱得非常好，一样的哈，都带满音冲都高。小调是我的弱项。哦，是啊，改天再看唱看看嘛。好。对呀，我要挑战。如果今天有过的话，然后拜不复活又过的话。好，下一次就来挑战一下，好不好？哎呀，啊，那个唐亚行长的公平，好，有请到姜云勇先生。你王世玉子，你唱了小香包，其实唱到唱到一瞬哈。不过呢，因为你小调的表现呢，哎，那个优秀，那温雅，啊，就是很秀气的，很文雅，你部分呢，那个表出来，所以给上一位运用非常的流畅哈，易小心。嗯，今日应该是当个故意的部分，冇色彩嘅上去。韩国李亚修虽然系台下已经动袂长嘅小条，是讲他要表现系李家小吉啊，大概绣香包的时候，绣了香包嘅时节，佮心情嘅一种乱，心情很杂乱。唔对，用扮演去下手，啊，用嘢咧，为了去表达出来，两方面还是都很情态嘅空间，廖小姐，我再个讲几平板，今日也系唱到平平顺顺。基本爱印象里面，他有很好的声音，但是今日呢，冇讲好好嘅表达出来。韩国几条平板系条山歌啊，按今日邓小信唱，好像用小调的方式去唱了山歌。哎呦，哈，所以我起到该种嘅宽度哈。因为三个冇是讲戏剧，安尼讲，佮总系表情系情多诶，安尼起承转合也好，冇是讲又冲诶，又强诶，又燃诶，又安尼诶，表情运动系当丰富诶。但是佮当小心唱诶期间呢，用佮当优秀诶嗓子，冇讲声音很好，但是呢唱到没冇乜个发土啊，没有什么宽度，没有什么宽窄，冇落去表达出来，都当可惜。没有像那可以像那声音这种。这种宽度的表现出来。对，爱上是优秀的时间秀，爱上是爱发出给粗犷的哈，因为那表情是不好会打动人心。好，谢梦音。啊哈哈，谢谢，谢谢，好，大家。嗯，还是再听一下哈，我们男生。对，也许林老师会有不同的看法。林老师，看法哈，也太同少爷了，但是哈，安样用哈？你啊，佮冲强了对哇，就老李阿叔个，你啊，一本树枝啊，速度个佮种个感觉啊，吼，佮种个什么样的矜持啊，黑毛，个话呢，人家个演员吼，对哦，那哎呦，佮啲佮啲咩专业了对哇，就讲小跳个专业个演员嘛，一手接一些接一手接的佮种个柔顺度的软度啊，哈，哎，用个啊，佮加强了，哈，琼玉哈。伊优秀的唱腔，就像老师讲的样，就像用小跳的搿种方式去唱的，哈，可能嘛，唔好意思想用小跳来去挑战那款啦，哈，唱过于平顺啦，唱过于平顺，所以咧两三年咧有缺点就有了。好，安先生，啊，你唱优秀啦，哎呀，无从一个戏里咧发挥出来。哦，但蛮低哦，粉丝蛮高咯。先来看粉丝，要看一下粉丝，好嘛？好，来看一下王彦勇的粉丝。西施粉，嗯，满意吗？还可以啦，但是那对方会开始多一分，其实有可能就会败不复活。对呀，觉得会不会多一分？你也笑到这样了，会多两分是不是？接下来看廖琼勇会得到一道分。哦，三分呢？谢谢。你不要躺下去哦，你倒下去，我们扶你扶不起来哟。
八人大叫才抬得出去。八人，你现在十二人的。十二人。对。恭喜啦，恭喜。哎呀，恭喜你过关了哈、哦。那我们的圆融姐姐，嗯，加油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期待你有更好的表现。下礼拜哈，拜不复活，好不好？哎呀、啊，加油、哦！一定要复活起来哟、哦，好不好？啊、好，安之生，谢谢，谢谢两位。回座休息，嗯。哎，好了，恐怖箱，等我一下哈。好，嗯，好嘞，嗯，欢迎我们出道万年呢，还有 CV 的参赛朋友。嗯，啊，刚刚分身过错的天怪无聊。来，好，两个同乡壮乡曲，欢迎来到舞台当中，谢谢。哎、啊，你好，美农之光好，海君好。你晋江出道吗？你呢？我本身讲我晋江出道王艳荣。哦，真的啊？啊，结果他被踢了。嘿，系啊。安尼都唔是强的啊。全部是强啊。所以唔怕了，纯要啥咩？哦，你也冇强，现在出一个来。有自信呐。嗯。哦，四天了树啊，侬呀，两位是旧事啊，旧事是好朋友啊。哎，也两位店的节目毕生上毕生姻缘的，你讲好了。厉害哦。谁呀？我相信你应该所有参赛者来讲，对你来讲，你都不看在眼里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没有啊，你都不会怕吧？其实我知道他有一个小秘密，哎，他小秘密呢，就是他也是怕抽到美浓之光张香菊小姐。真的吗？一点点、啊。是哎，你要待了吗？那么个裸扇哥。哦。好。全 Q 姐姐，冲平板。好，来谈看啦哈，两位的歌曲嘞。我今天喊嘞年度冠军的 PK 赛。来出道的选手嘛，挺厉害。不过，艾薇，从平常学习的实力拿出来打败伊。Oh,
总冠军的 PK 赛，我今天非常有自信，你一定会输给我的。罗先生，我知道哦，呀，客家太去磨枪去演哦，真的打爽。对呀。安徽腔又安徽表演，安徽比三更半夜人睡醒哦，记住不安尼哦，头脑。新传新的新的人睡醒哦，记住不哈？阿公教的啊。阿公教的。阿公教的。哦，原来是阿公想演台戏呀！哎呀，真的啊，很有表演天分啊。对，然后我们湘菊姐姐就是，啊，就是很高雅、很优雅的这样唱。两个都很厉害，哎呀。是啊，厉害。嗯。高手对高手啦，真的。要不然我们先请那个啦，曾明珠老师来讲。好了，公平一下，公平一下来。有请曾明珠老师。先讲啊，湘菊小姐哈，小姐双飞拿到第一名。所以呢，佮慢慢建立，建立彼此个爱自信。哦，佮咪上到台当个气势当强。哦，所以一下个月时间吼，是从到新出的高台什么温柔土唔啦，咪讲唔上到唔好啦。嗯。但是个鸡蛋底部都含嘞，潜骨头啊，我用本人的手，吼，来使得你变得更精呐，这样子哈。啊，是安呢，吼，诶，唱歌咪重要。一流啊！所有的欣赏本杰之徒，有那个体香，还是讲去唱歌喂，听乐平平啊呐哈！啊，但是今日去唱了洛山歌的时节啦，吼！虽然去头前那句啊娘娘来，但是每节嘞哈，卡洛山歌无人唱，最美的是唱呐，又按重起来啊呐哈！其实不是按故意啦。不是故意，是孙孙的创作好嘞，哈，声音还在留给学习的空间，安定一下。罗先生，好，嗯，怎么先生？好，好了，上好了，躺一下。好，李建明先生，李老师，嘿，那个张雄去根本已创作动有痴心啦，哈，是莫讲有做到哈，但是就讲，嘿，可能那个歌词按本已创哈，刚创腾难地位啦，哈。原料先可能很磨拉，很原料的话可能那个分数会很那好哈，会更加的好啦哈。其实唱得不错啦，还能唱得真好啦哈。小朋友实验哈，伊今日个洛山歌呢，在天二团个两三杠的是天二团哈，个面相又下短调的，又多下唱调又下好哈。
喺誒天意草地正先生又要提到講最尾嘅莫言堂嚇，莫言堂有冇嚇？嘅堂會所要落去辦過嚇，一般多山歌來講咧，到最尾嚇誒，哈好山歌啊，就莫言堂啦，啊耶！莫言堂呐，你就听才拉哈，按感觉好像曲这个曲式啊，曲曲调哈，替团嘿哈，梁山梁山岗呐，梁你唱梁山岗呐，你后面是停在咪系嘛哈，按你最尾听一句咧，最好喊你听才哈。莫言堂呐，下来咪，按个这个曲调啊，弹起来下完整啦。啊，你莫下来的时节吼，弹起来你当去放松，你当然要下信息的唱法。不过就弹起来就曲调上唔系按完整，吼，所以也可能爱感觉要下差些的。嗯哼嗯哼，嘿，吼，嘿，两位说。很做得国家要好，感谢谢谢谢谢，哎呀哎呀，我们先来看下总雄曲的分数。哇，十四分，谢谢美浓之光。哇，老师，是有可能会输呢。是，哈，完蛋了，怎么办？马克昂昂啊，怎么办？有可能会输呢。嗯、怎么办，阿公怎么办？嗯，还有拜部护佛，好吧？还没有啦，还没有啦，还没看啦。哦，还没看啦。哎，搞么牺牲五分嘞啊！我没听哦。好来，看一下老师的一道分来。来，抢冠分数。其实四十一已经高到很高了。下个礼拜拜部护佛。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加油！拼起来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好，好不好？好，好不好？好，好不好？好。无聊。哈，多谢两位了，好不好？哎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回座休息。好了，三号人是纯两位了哈，纯就两位了。来，分享两位来到你的舞台当中。高天爸，你好，你好，陈念记，你好，这两位也是旧事啊，旧事也是好朋友啊。哎，这两位店的节目毕生上毕生名言，你什么？厉害哦！所以叫的暗指指，开山元老，天师前面那个观众朋友的暗指指，哎呀，所以因为冲，哎呀，什么？这两位现在冲冲的本家就够了啊。好了，刚刚选的楚康是慢显冲，楚一下康先慢显冲了，纯练基础后，好嘞，女士优先。啊啊啊！哦，来加甜吧，甜吧，哎呀，加甜吧先冲了哈，哎呀哎呀，加甜吧，给你带的马哥，六三哥，好，纯练基，平板，好，平板来弹过来哈，准备嘿。俺个老个大耳朵，大概一年度个总结出来个成绩，根本有批些。俺希望俺成绩非常好，俺听说会打败你。
双飞又拿到奖金，希望阿爹把运气好，再个拿到冠军，来打败对方，大家人来加油。一般人唱歌的哈，是啊，唱到当后的时间，哇，这个等于痴心，哇，面带笑容，啊，你表示你纯演技，咁样哈，唱到非常的好啊，啊，当翻译啊，哎，哈，嗯，样板样板，哪个段呢？尾巴唱错，尾巴你唱错，尾巴有错吗？啊，你怎么每一次都这样？真的哈，你真的每一次哎。很长呢，你很长这样呢。你想说要唱完的是不是？啊，隔天办哪个？隔天办哪嘛？哎，隔天办东方戏啊。哎呀，你弹个，你有弹出来吗？讲啊，比赛的东西没歌出台。哦。没歌出台。系啊。啊，你今天应该有唱唔唱嘛？没。冇。冇。好了，这个很多周边的环境如何影响？影响到了很多事情呢，哈。那先弹来。有像录音先生，今天阿爸吼，今不从了爱罗山歌，从起来一腔送哦，因为了歌词爱想讲你全国系当熟的吼，不过还是不你建议吼，你欢喜嘅些合唱用的唔怕吼，好好从下日记，安样先应该了爱私人会清楚吼，比如讲你提日记吼，北洋条路。北洋男，吼，北洋男就当重柔哦。咁讲，你从起来就，娶到妹呢，还强起，捞起表态，吼，就娶到两句话嘅北洋男，莫按困难，吼。所以你系，轻重音，喺个物嘅系重点，欢喜嘅时节就系利用你系欢喜嘅时间，你捞起从清楚。就来讲你的春天阿姨吼，先唔讲伊自家歌词唔记得来回首吼，全部你只建议你从你的平板吼，给时间你了解从你的歌词，你自家注意一下，你个提日记、少年，还讲个提三记、后生，吼提一张诗当重绕，唔讲你重到挺强嘞，吼，所以你重到挺强出来些，每一节就取到你个戏，吼当就就挺台上。好，喺欢喜嘅时间呢，就会取到诶，当场你系冇当顺。根本伊歌词系冇唔记得，记唔一样冇。诶，我讲因系本期学好嘅分数啦，因为佢嘅上韵表现学好，好、哦，哈，家庭班就系你欢喜嘅些，冇玩到当轻松，所以你系诗上去会弹唔清楚。哦，比赛之外呢，哈。安子姐，安子姐，来，看本书。面对现实，哎。
好不好？来看一下啦，先来看一下家庭版，今天看哪到一道分。新色粉，嗯，做得好。阿丽来看一下，那些春联记者来拿到一道粉。哦，走，真是师傅。哎呀，你看一大双哎。没了，春联吧，恭喜你啊！啊，恭喜，啊，再帮。不要气馁啦，春联姐姐，好，还有拜不复活，好不好？下礼拜再变下来，好不好？你上岸后。你歌词莫唔记得咯，拜托啊，拜托，歌词带出来哦啊。莫空个茶蛋糕。空个木卡面无，好不好？啊，两位安子生哈，大家大家谢谢休息啊。安尼啊，相信当到好唱歌的朋友哈，每一天上了报名。嗯，哈，唔点样了报，报名专线，能够一九三八八三九八，还有纯正天发哦，能二二七四七八二三一。嗯，等一下到了报名哈，今天非常多谢所有观众朋友收看以外呢，还要多谢五位辛苦的评审席长，谢谢。啊，主持人，那辛苦矮人参赛者，辛苦我们的张老师，大家谢谢老师们，谢谢安子生哈。同时，他们记得了下礼拜空一段时间的时刻呢，熬夜大擂台，熬夜。